正在调查胜利性招待案的首尔地方警察厅近日传唤 YG 娱乐公司财务负责人，对胜利用 YG 法人卡支付国外投资人房费一事进行了调查。该负责人表示，胜利当时使用的是 YG 公司提供给胜利的个人记名卡，胜利会定期与 YG 公司对刷卡金额进行结算，所以并不能因为胜利用这张卡招待国外投资人就认定 YG 的公款被用于给国外投资人招妓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